修行标准就在经体上啊，声闻缘觉修清净心，全教菩萨啊，别教的三贤修平等心，大悟，那不是彻悟，后头那个觉是彻悟，清净平等觉，觉是彻悟，觉是法身菩萨，也就是明心见性的菩萨，标准在经体上啊，我修行功夫得力不得力，把这个标准摆出来对照一下，我心清净程度多少，今年是不是比去年清净，这个月是不是比上个月清净，要常常检点呢、啊、检查自己的功夫啊，得不得力了啊，得力欢喜啊，不得力的时候那得想方法啊，方法什么，方法就是戒律，这个戒律不是一般的戒律啊，一般的戒律那是戒引众生的，我早年学佛跟张家大师啊，张家大师告诉我，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啊，形式重不重要，形式也重要，形式是表演给外面人看，好像是舞台演剧，不是为自己，是为听众，这个用意很深的、啊、为一些众生做影响众啊，做一个好榜样啊，是这个意思啊，实质上是个人自己真功夫啊，这个重要啊，确确实实心地清净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妄想的，这是真功夫啊，我们用念佛这个方法修成的就叫念佛三昧啊，如果你是念华严经修成的就叫华严三昧，名称不一样，方法不相同，得的结果是相同的啊，三昧是没有两样的，完全相同，这个